Hello，Hello，Hello，恭喜，谢谢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哎，行，更好。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吗？我小时候真的玩这个，我也玩，买各种的装备，对，还有钱条什么的。那个时候我是把这块全给截掉了，因为让它减重嘛。对，你也看我这事。对，这个咋玩？这个，它好像可以自己转。一二三，这样就算砸到了。你会踢毽子吗？我不太会，试试看啊。哦，哎，不错。那个好玩，我们都是在那儿射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不信。上一届这个冠军是王一博，8米10环。哇，这个，小时候最爱吃。这个怎么做？马上做完这个给你。哇，完了。今天你那么憔悴呢？给折磨坏了，在这儿。没事，我们都坚持好几年了。战斗很厉害，专业的，世界冠军。哦，同行。脑子里面全是那个，全是哇，全是动作。射的时候还破屏了一下。四五八二二。这也太狠了，我天哪。本节目是为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，街舞精彩嗨不停，火锅绝配小蓝瓶。本节目是为的勇闯天涯 Super X 独家冠名播出，街舞精彩嗨不停，火锅绝配小蓝瓶。本节目由嫩脆多汁的双汇热狗肠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顶测双吸不跑烟的万和超薄油烟机赞助播出。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的夏天，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Hello， 哎 ，Hello， 谢，峰哥 ，Hello， Hello， 哎，王道路道长，中秋快乐。中秋快乐，谢谢，恭喜哥哥。Hello， 又见面了。我是根红，我知道，我一博，你好。Hello，宝剑锋 ，Hello。哇，这太 old school 了，泡泡胶，这个我也玩过。这个泡泡胶，对，泡泡胶。这变苹果。这有股味儿，但还是好玩。你这个年纪应该小时候也是这些。我玩几个都玩过。我小时候真的玩这个自行车。我也玩，买各种的装备。对，还有钱桥什么的。那个时候我是把这块全给截掉了，因为让它减重嘛。对，你也看我这事儿。对，这是小时候的零食吗？
对，这个应该是人人都爱的大白兔。这大白兔，他们就讲说大家小时候都吃的。对，我们猴急，所以把纸都吃了，吃了，然后就加，哎，嗯，不太对，再吐出了。哦，有个纸。这什么？糖，小时候那种陈皮糖。这是你小时候的吗？因为我小时候没见过这种。你没有小时候，你身份那么大。哎，一出来，别叫我的名字。它好像可以这种吃。哦，这个咋玩？这个，你上。哦，是这样玩，是需要有人推。它好像可以自己转。这也能踢起来吗？不是那么玩的。哎，这是当毽子操吗？一博说这不是这么玩的。这个，这不是。它应该是这样。一二，然后跳一下。哇！啊，小时候玩的那种。那丢给人家是别人要接住吗？接住的话就可以加一条命。一二三，这样就算砸到了。不能打身体是吗？对。哦，我要闪吗？对，要闪掉。但如果接的话，就算加一条命，用手接到，加一条命。OK。一二。啊，那我就死了。啊，对，我们习惯会想要接踢毽子，你看看。哎耶，哎耶，那的反应挺快。哇，这是在哪里玩的游戏啊？小时候，小时候玩这个。我们有踢过毽子，但是还没有玩这样的一个东西。哎呦，我说实话，原来是你在射箭。这个好玩。胡龙飞，哎，我们都是在那儿射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不信。在这儿开始啊！上次你不在，上一届这个冠军是王一博，八米十环。谢谢。我和老师脑袋。哎呦，动作很标准啊！哦，好了好了。上呢，让他有一个抛物线。抛物线。找了一点，这个，一个，太高了，哎，有毽子啊，哦，哇，酷，太好了，哇，你会踢毽子吗？我不太会，鼹鼠的故事，对。这你们小时候也看过杰克的，这是杰克的动画片。对，但是这个真的很老。对，杰克的动画片我看过。你怎么也会看过这个？我小时候爱看动画片。哇，你真的看过不少动画片？你怎么什么都看呀？连这个你们都看啊？但这是我小时候看的，这是很好早前黑白的，是我小时候看的。真的，但我都知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黑猫警长、猫和老鼠、马丁的早晨、那个哆啦 A 梦、巴拉巴拉、一休、大耳朵图图、灌篮高手、鼹鼠、迪迦奥特曼。好，挑战结束。那还有很多的，还有什么？哪些？舒克贝塔，舒克、啊，还有什么数码宝贝啊？这些。七龙珠。对，七龙珠。魔神坛斗士。宠物小精灵。圣斗士星矢。神龙斗士。啊，对，神龙斗士。胖开一枪，然后绕出一个五角星来。哎。看一下这个，王建峰哥，嗨，这个给你吧。哦，谢谢。哎，行，哥好。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吗？嗯，我一直没见到。而且我们工作室的好多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你。好，谢谢。嗯，很棒。我第一次见到哥哥，因为之前是在网络上面我们的活动，对，看到哥哥，对，但是就匆匆忙忙的。我还在找呢，原来你在这儿窝着。我在这儿坐整这个呢。对，哥哥要不要先坐？好。哎，有毽子啊！哦，哇，酷，太好了。哇，你会踢毽子吗？我不太会，不太会踢毽子，试试看啊。哎，不错。哇，
我真的不太会。跟红哥去哪都不忘了运动。哇，哦不行。完了这样啊，这样你成功了吗雨欣？好了但是根哥在弄。根哥太万能了。哎，以前干过这事。以前练过摊是吧？以前弄过这个摆过摊。哎，你这个动作很专业是吧？很专业。我来。来哎呀，完了哎，这那个呀，这怎么整？哎呀，根哥，不如这个先给你。完了对啊，排队啊，那个五十一份，来，王志成给你吃一口，雨欣给你烤的，给你吃一口，一口就没了，太猛了，这个你这样式已经够用了，是吗？这我都吃不了，老齁挺了，真的吗？几个人还有？我们抢几？五，抢五，抢五。好，三一，一八、啊，我们你那等会儿，你是什么来的？我如何？还是什么？没什么。我居然被赞多，谢谢老师。这杯子是特别为我预备的，是吧？对，每人一个杯子，这杯子都是预备好的。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吧？给我一个尊呐、啊！对，那宝剑锋大哥是演皇帝演的多嘛，所以就是一个酒尊，就是喝起来会稍微。这我喝起来就不太爽啊！不对，使劲倒的。那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根红，啊，很开心来参加《这就是街舞》，因为，我的孩子非常爱跳舞，我以前就用《这就是街舞》让他对街舞有一种目标跟成就感，所以非常谢谢这个节目，很高兴今天来参与。所以孩子以后会打篮球，对不对？也会街舞，就打篮球。也会打篮球，他也爱跳街舞。他小学他4岁就开始学舞蹈了。那我自己呢是大概20年没跳什么舞了，所以今天来复习一下，恢复一下这样的。谢谢。谢谢。我叫五花。五花。嗯，你叫五花。五花。和下一个五花。单脚。那我叫花椒。铁锅。哥战斗太难了吧？太难了。好像中文考试一样。这什么糖？小时候那种橙子糖。这是你小时候的吗？因为我小时候没见过这种。你没有小时候，你身份那么大。哎，一出来别叫我的名字。他好像可以这种就是。这个咋玩儿？这个你上。是这样玩，是需要有人推。他好像可以自己转。
这个什么？我这个是那个是小的，我们小的时候吃的，这个中国的零食吸管糖。糖吗？啊、嗯。哦，这个外面的这个怎么绑？这是咬出来。咬。啊哦，这样吗？嗯，好吃。嗯，好吃。啊，你吃过中国的零食吗？好像没有，这个也我不知道了。这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吃的。这个。我看你吃了，害我吃了一个酸素了。我是柠檬。哎，好酸，好吃。探托一博，龙飞，龙飞啊！哇，抢二啊，这好难啊。嗯，有难度。嗯，做永远的一。一，一，三二一，一，一，开始。一，三一，一。难得火锅间一下来这么多人，我觉得有一件喜事得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恭喜根哥当爸爸、哦！谢谢谢谢谢谢，升级了，升级当爸爸了。恭喜！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们都有孩子，你也有孩子，我们的你有没有这感觉？就是一个是就是我不相信，但是呢，他确实就是真实的。对。然后我就空白，我要做些什么？我一直问我自己，我要做些什么？我不做什么觉得我对不起这个称号，那我做些什么呢？就是大概有一个月，就是我要去适应这事儿，换尿布啊，拍拍哥，其实有好多事儿要做，可忙了。这我很懂，对，我完全可以的。我们交流过这个事儿，我们也没有一个找月嫂，都是我丈母娘、我老婆和我轮着来的。前两个星期真的很痛，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白天，什么时候是晚上，因为刚开始每两个小时要喝奶，然后我整个人苍老了好像。胡子也没有刮，我老婆看我说你怎么好像老了十岁一样，大概第四天吧，我就突然觉得有一种，就是那个心灵跟心灵的一种连接的开始，我瞬间就掉下眼泪，就这种的心境出来之后，你就觉得啊，我知道那是当爸爸的感觉了，就是那种感受是非常我就有不一样的。厉不厉害？我觉得费劲。哦，我真的觉得太棒了，真的太好了。他已经打了分了。